吃好吃。然后就是接着你，就你去洗澡是吧？太热了，我可不抱他。然后自己走，看捡上什么样。那耗子什么时候能走回家？走两站。在那儿，你这抱着呢。那是他吗？根本不是他。珍妮，珍妮，这眼神不好啊！呆住了，眼神不好啊！没认出来，没认出来，懵了。洗澡了？怎么那么惯呢？你抱你在车里玩？嗯，那是吧？啊？走了，拜拜。走走，不抱，开机。哎呀，你快抱起来，快抱起柔柔。太坏了！告诉你开机了。怎么那么笨？怎么那么笨啊？这告诉你有台阶呢。还一个大嘴叉咧的，比你妈还大。但我抱不动你了，你先抱你好试试。